这边开着门更紧张吧。高老师来点。上面的火完了。这个座，这座也是曾经我恩师坐过的，而那也是曾经我的心意。你别老看他呀。确实挺紧张，头一次。而且说这个真的，德云书展重新开张以来呀、今天就算这个经费是起码坐满的，怎么还不让说呀？高老师，呼吁您上道。这几样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搁，心里紧张的老动弹。哎呀，就马上紧张的呀！你就说下面一个人都没有。咱都没听过，你不听一个谁吧？算了算了，是不是？一会儿我吃您一块这个山楂，您再喝一口水，晚上我还喝不完。我也是自己减压，小孩头一次说书，您多体谅。有什么到不到的？我报。这儿别拍，一拍就开始了。开始呢？哎呀！哈哈哈哈哈！苦了。谢各位啊！当然，您也知道我这个，净看我呀，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三个园子。说相声的时候，您看我在这个相声舞台上说相声，都知道我也是比较可爱、比较招人疼的一个。谢谢大家的认可。这个说书确实第一次，不过今天呢，说的半截呢，这个生理上盯不住，我这心理上，心脏跳动过快呀、也麻烦各位多搭理。我这口袋里面有我们家的联系方法。希望还挺大。这都过点儿，你就说吧。别说话，别说话，又忘了说什么。尝着呢。这个说书之前呢，先拍一下这个醒目。这个我可能头一次这声拍得大一些，但是呢，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啊，这醒子是郭萌的，这个随便拍，掉地下也无所谓，他也不可能让我雷他。说书呢，刚才都说了，头一回说书啊，我个人认为虽然是小孩儿，也有一些这个认识，这个说书啊，比较难。比较起来呢，我觉得比这个说相声还要难。说相声一般您听的都是这个对口相声，俩人一对儿，往这个台上一站，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一个逗哏的，一个捧哏的。逗哏的可能在多数的时候呢，这个话比较多，捧哏的呢在旁边给捧。偶尔呢有什么纰漏呢，捧哏的呢能给你圆上；有什么毛病呢，他能给你接上。这说书可不是，为什么那么紧张呢？一个人坐在这儿滔滔不绝，最短的这个一个多小时，说古论今，这个古往今来的事情啊，人情事理啊，都得给您说清楚了。
我们给个提高的过程，然后呢，这个说书啊，里边有许多人物，什么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呐、啊，山精树怪呀、啊，飞禽走兽啊，反正就这些都得是我一人来，说的到不到您多报复。首先能说书啊，先是得爱看书，我们后台啊都遵循这句话。本身呢，作为一个小孩呢，看书也少，阅历呢也不够，所以呢说书勉为其难。提起爱看书了呢，得说一个人，这个各位呢您熟悉，我比您各位呢更熟悉，就是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爱看书，这一点呢我非常佩服。有时候去我们老恩师家玩呢，他有一书房，书房旁边呢还有一个这个书库。我老恩师郭德纲先生视书如命，这个书啊他有一规矩，从来不外借，你跟他多亲你借他，跟他借书他也不借，这是他的规矩。书房呢也不随便让人进去，一般呢只有家人可以进，别人绝对进不了。家人呢只有我师父啊、师娘啊、郭七，他们家就这三人，反正就是外人不能随便进。我们去他家玩呢，只能在这个书房里玩，看看那个他写字儿啊，这个看看他画画啊，是不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大家有了解我的，我是学美术出身，看着我们老恩师啊画画啊，什么写字儿啊，我在旁边呢可以给他指这个这个。我们探讨一下，探讨一下。那天我们老恩师画了一幅画，真不错。你这个在艺术方面有，就甭管哪个艺术方面有成就的人，这艺术都是相通的。老恩师说情是理啊，这个老恩师手机也是不错，就是。然后呢，画画也非常不错。我一看，嘿，笔墨丹青，不涉色啊，就是笔墨，看真好。烙一块郭德纲。上面画着这个秋风落叶图，哎，真好。我说恩师您那个送给我怎么样了？我说可以啊。我说这个秋风落叶图这秋景画真好。老人说你拿过来，我们画的是几条鱼。那个拍马屁没拍的，就说他这个爱看书，知识积累丰富，社会呢这个经验也丰富，爱看书。有一回啊，是那个我在他书房旁边，他跟那儿这个弄活，就是弄我们相声段子，我在旁边玩，看见他这个桌子上有一本书，我就拿起来了。但是拿起来我想起来了，这贺英师哥告诉我啊，我们老恩师这书啊也不随便让人动，有时候他生气。我说这个师傅这个书我能看吗？可以，不给我拿走就行。可以，我一看先没翻开，看这书名我就有点触动，叫什么呀？《玛雅迁徙史》。您想，我们老恩师是这个搞传统艺术的，这个说相声，玛雅文明这美洲文明，他一辈子不见得能涉及着，他都看。这个行万里路，看破万卷书啊，所有的知识都积累。我说师傅，您这一辈子都不见得看得着，您这个玛雅迁徙这个您也看。我说你师傅，嗨，这个人家买菜谱来的，买错了。当然也是他一玩笑。后来那天呢，我在我这个强烈要求下非得要进他书房，还有我们好些师兄弟，书房两个古香古色大门，我就跟那儿趴着看。他跟师兄弟聊天就不让进，到后来要走的时候非要进去。哎，我恩师还是疼我，没办法，哎，我们就进去了。嚯，我这一看，哎呦，这书房真不小，全是大书架，四层大书架，哎，满了书，全是书。一打眼，藏书上万册。你说这一个人有多大精力？我们恩师刚多少岁？没多少，你看着跟60，其实不到40岁。你说他有多少精力？他还得出去工作，上万卷书。这个我刚要说话，这个张鹤伦也是我一师哥问，师傅您这都看过？师傅说这些书我都看过。您都看过，您不见得能看过。
这书都倍儿新，您没看过吧？多不会说话。我认为，我师傅，你要说上万卷书都看过，其实我也不信。大书架，大书架，上万卷书，哪有那么大精力？可是，我估计这个有四分之三，我们老恩师都得看过，剩下那没看过的，就是在高处的。开个玩笑，这个两三周呢，我们说德云书馆开业，头一次呢，是我老恩师带着这个我们六哥赵云霞跟这个高峰高老师，也就是我的师叔，说了一次书。后来呢，就是每队来回轮，先是二队开的书，后来呢是三队，这周呢轮到这个我们队说书的都有谁呀、啊？这个首先说有高峰高老师、刘元刘老师，这都是我们的长辈，非常尊敬，能耐也特别大，因为他坐旁边儿，能耐特别大。剩下呢就都是我们师兄弟儿，有这个六哥赵云霞，官称叫六哥，有这个彪哥。哎，李鹤彪都知道，民族的英雄名儿。还有这个，我看看说是吧？有郭鹤鸣啊，还有这些师叔。哎，他们都说书，他们说书确实比我好，因为这个能力啊、阅历啊、知识都在那摆着呢。而且呢，他们有经验。我跟您说句实话，就这些人说书啊，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有说第一次的。其实我是第一次，真的，我是第一次说书。所以为什么这么紧张？这也就算是我的处女说，这有这种说法。作为一个处女，不是，看出紧张的说话，没事，您可以敞开玩笑，不用捂嘴。这是处女。这个，就是我是头一次，他们就是，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比喻啊，也没什么可过的，就是处女座头一回。作为一个处女，是不是他们都是几回了？是不是他们说的不好的，那叫败柳残花，是不是？说的好的叫风韵犹存，我这就叫黄花大闺女，是不是？一般我们对待黄花大闺女，对待处女有什么道不道的，都能包容。哎，所以呢，这个头一回您多见谅。哎呀，他们说这些书啊，咱们书归正传吧。闲言少叙，咱们说书有个规矩，我们也跟这个老先生啊、前辈啊，包括我们这回这几个队的这些师哥呀、师叔啊学过。一般坐上来，多数这个说书啊，先得念一个定场诗。定场诗呢，咱也别破例，我也念这么一首定场诗。开始了啊！念完了，你们该怎么办都知道是吧？宁在池中取，不在曲中求。无畏锦麟社，只钓王与侯。好，一个够吃的吗？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乐成这样，咱们就开始了。这个，但是呢。我跟前几位，尤其是我们队的这几个师哥师叔啊不一样，他们说这些故事呢，这个都是古往今来的这些传说，大多呢都是古代的故事。你像这个高老师啊和这个刘元老师啊，他们一般说的，他们说这个故事啊都是，哎，急得他们俩也不至于这么恨。这个一会儿我挑拨他们，让他打起来。他们说的这个都是以这个宋朝为大背景，你想一说起来，这故事就发生在七八百年前了。晚近的说呢，这六哥呀、彪哥、云街师哥呀，他们说的这些什么三言二拍里边曲子的故事啊，说的这个《聊斋志异》的这些故事啊，最起码发生的时代也都是明朝这个大背景，最起码在这个三四百年的历史，少说也有二百来年的历史。咱们今天说这段书呢，这个没有那么长，这个离现在近，不好说，因为呢越离现在近呢，
为大家所熟知。比不上他们那个家里，你说有大人有老人的，可能还经过这件事儿。什么时代呢？上古年间。上古年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部书啊叫《哪吒闹海》，哪吒大家都熟悉。1979年，由这个张丁老师，张丁老师这是国画界的一员大将，现在也故去了啊。因为我学美术，我知道这个，我非常喜欢他。张丁老师执笔，他作为原画画了一部这个著名的这个《哪吒闹海》，在这个国际上啊，这个部片子呀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然后也得了许多大奖。这个《哪吒闹海》呢，取自什么故事呢？您都熟悉，取自啊我国古代一部神魔小说，叫《封神演义》。前面有这个师哥师叔也介绍过。一般说书的都分为什么呀？短打、袍带，还有这个神怪。短打呢，就是以这个江湖恩怨呀、各派争斗啊，为内容。志伟那么难听吗？打电话。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高老师，我下去的时候估计得还能留仨，这就对得起了啊。哎，这个袍带呢，都是以这个征程略地呀、这个国家兴亡啊、互相征伐呀为背景。神怪呢，就是闹神闹鬼啊、神仙这个妖怪呀、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神怪书啊还有个区分。我刚才说的，您注意了，我介绍这个《封神演义》的时候啊，说的是这个神魔小说，神魔小说，还有这个鬼怪小说。神魔小说大多是就是怎么区分呢？也没一个明确的界定。一般的里边呢描述的都是这些所谓民间承认的、宗教承认的这些大罗金仙，搁在人世间呢就是有身份领导级的这些。鬼怪小说呢，都是一般的神呢、鬼啊，你像《聊斋》呀、像这个《镜花缘》呢，这种呢，我理解属于这个鬼怪小说。咱们说这个，《封神演义》，《封神演义》呢，有大家其实也知道，我呢，好歹介绍一下。成书呢，大概在这个明代隆庆年间，明代中期的一部小说。作者是谁呢？作者是这个叫许仲林，也有读这个徐仲林的。一般的这书呢取许仲林。许仲林哪儿的人呢？南直隶应天府。南直隶应天府是哪儿？现在的这个南京市那儿的人。生卒年月不详，对这个后世评价他贡献最大的就是留下这部这个《封神演义》。为什么咱们刚才刚出来您听的是一个包袱，其实也是我师父惯用的。为什么说上古呢？我觉得呢，反正我说我也不会说，我觉得因为它是这个封神演义，什么大背景呢？是这个以啊武王伐纣，这个以周代商，姜子牙斩将封神，助武王成就大周基业为时代大背景。所以呢，咱们有必要我真认为啊有必要这个把这个商朝啊，就这几个朝代怎么来源，给大家简单的交代一下。所以呢，我提到这上古，上古什么时候呢？炎黄二帝之时。炎黄二帝大家这个很熟悉，中国人自称这个炎黄子孙呢，一个炎帝，一个皇帝。炎帝皇帝呢为这个少典氏之子，这是最普遍的一个传说。少典氏也有传说，少典氏不是一个明确的人，是这个一个部落。反正呢，甭管是部落，甭管是人呢，这个炎黄二帝，都出自一族，两个人兄弟，哥俩，炎帝长，这个皇帝幼。一开始呢，天下这就在这个上古年远古了，都是部落时期。炎帝被这个众家部落呢推选为首领，掌管天下。到炎帝的后期呢，这个政治上他已经就是掌握不住了，在东方。把了这个九黎族的这个首领叫蚩尤，蚩尤81个兄弟，每个人都铜头铁脑。反了，蚩尤在这个中国古代被历代
封为这个战神，中国的战神。完了，这个炎帝领着兵可控制不了了。现在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皇帝崛起，在这个涿鹿打败了这个蚩尤，后来呢，哥俩争起这个统治权来了。哎，在这个阪泉，皇帝又把这个炎帝打败，哎，被天下呢共推为天下之主。咱们说这皇帝，皇帝是五帝之一，咱们听说这个三皇五帝，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说法不一。最普遍的一种说法呢，就是三皇是这个伏羲氏、女娲氏和这个炎帝，也就是神农氏。五帝比较明确，因为司马迁先生的这个，司马迁可以谈得上是先生吗？曾经是。是吧？惋惜吧，过去。这个司马迁干嘛呀？就是《史记》。《史记》就是从这个《五帝本纪》开始，这个三皇时代不明确。从这个五帝开始，头一篇《皇帝本纪》，记载这个五帝都是谁呢？头一位皇帝，人文出祖；第二位颛顼，皇帝的孙子；第三位帝喾，帝喾不是别墅里的帝喾啊，我还说挺清楚，也不是底裤啊，咱们这祖先比较尊帝喾。哎，然后后两位尧舜。说起这个帝喾，帝喾是这个皇帝的曾孙，帝喾生子叫做这个谢，这个字啊，咱们写出一般读这个气，一个风，一个刀，底一个大。谢这个人，在这个很贤德，有本事，在这个舜时期啊，担任这是这个舜王的这个左膀右臂，跟这个后稷两个人辅佐着他，担任什么官职呢？叫做司徒。司徒那个时代跟后来的这个司徒啊，作为姓，作为这个官职啊，有些不同。那会儿掌管什么呀？掌管天下土地，多少土地，还有掌管这个教化黎民，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国土资源部部长跟这教育部部长。这个国土资源部部长这个是吧？到这什么程度啊？哎，然后呢？由于这个辅佐这个大禹治水有功，被这个舜帝啊封在这个商这个地方。出来了啊，出来了啊，这才出来。商这个地方，商这个地方现在在哪儿呢？安徽省北部这个亳州，在这个地方。后来的商朝就以为以这个封地为国号，传吧，这个谢往下传，传到第十四代君主。谁呀？商朝的第一代王叫做商汤。商汤这人非常好，文韬武略，而且这人最大的特点非常的这个仁善谦和。这个商汤在位的时候是谁执政的？夏朝最后一个夏末帝，就是夏末天子啊，桀。大家了解桀？桀这个夏朝最后一位君主，荒淫无道，残暴无度，夏桀。现在这个汉画像砖也留着他这个形象，是桀坐着一个人的身上，拿着一个古代兵器戈，就说他这个残暴，嗜杀成性。这桀呢，除了残暴呢，还宠信一个妃子，叫做媚喜，妹妹的妹，这个喜事的喜，媚喜。提起媚喜来呢，我一说大家可能知道，媚喜、妲己、褒姒、骊姬是这个古代啊。中国古代的四大妖姬，四大妖姬，祸乱朝纲。您各位现在情人节送那个蓝色妖姬，别送那玩意儿，多晦气，是不是？都是王国的东西，你有那都给我，我去卖去。我也没有女朋友啊，你想着这事儿。这我这反我这么尊的小伙子，那个模样的，你这都那什么。别看他们一会儿吐了。宠信这个媚喜。媚喜呢有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老于啊，啊，不姓于，姓媚。哎呀，那是后来了。不是，三大爱好什么呢？喝酒，第一大爱好，陪着这个桀王
量特别大，这个弄个二斤啊五斤啊都没问题，当然古代那个酒的度数都低。然后呢还有啊一个怪癖，爱听这个丝帛的声音，拿这个材料啊什么甭管棉麻织丝啊，我呀咔一下听得高兴，你知道吗？哎，最喜欢听人家走着走着过一小孩裤裆撕了，哎，太好了，就这玩意儿咔一撕，当然这是郭明的，我要有劲儿就给他撕了。还有一个穿男人的衣服，哎，这个喜欢中性美，哎，男装，对，男啊，男装，男装是，哎，喜欢这个，这个汤作为他这个手下的一路诸侯，这个劫也太残暴了，所以这个商汤啊。领着这个各路诸侯灭了这个夏桀王，并没杀他，这就是汤高在的地方。你不能跟这个夏桀一样，也残暴无故弑杀成性了。哎，没杀他，把他发到这个南朝，现在是南朝这个地方是安徽省南部。哎，那会儿就是荒野之地啊，跟他那妹喜天天啊无所事事，郁郁而终，听着这个孙思什么的声音就死了。玩笑传到这个第十七代商王盘庚迁都，迁到殷这个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商朝呢也被称为殷朝。玩笑传到第二十九代君王，叫做这个帝乙呢有三个儿子，微子启、微子衍，还有一个叫季子，他这个名字呢又叫这个帝辛。商朝的这个君主呢都姓子，所以他叫子辛。提这些名字您可能不明白也不知道，但是提起另一个名字来家喻户晓，那就是纣王。纣王叫做帝辛或者叫做子辛，就是纣王。纣王咱们印象中都是荒淫无度弑杀成性，尽奸臣远小对啊，尽奸臣呢远贤臣呢，是不是这就第一次，你知道吗？难点不难，您都看出来了。哎，但是呢这个纣王并不白给，咱们不能一概否定这个纣王。这个中国呀就是有这么个惯例，成者王侯，败者寇，你甭管他出身怎么样，原来是个市井流氓，只要他成了都受万人敬仰。咱们熟知的这个刘邦原来就是个亭长，那都是好说的，原来就是个市井混混小流氓，后来成事了，当然有他值得人学习的地方，当然他也有许多毛病。成为以后呢奉为这个汉高祖，那是了不得不得了，然后给他许多传说他不是他爸爸生的传说他母亲在这个农田里劳作累了，躺在一棵大树之下，他爸爸来送饭来。后来我就想这都不合理，在古代这农业社会怎么媳妇干活这个丈夫送饭，这一般都反了。哎，给他送饭来了，看着那个刘邦的母亲在树底下呢，哎，乌云密布，刚要过去喊他躲雨，一条龙哎趴在这个就是跟这个刘邦的母亲就惹耳根了啊，遂身有孕生下刘邦。您这都是胡说传说，所以谁让他成了项羽夺的能耐啊，力拔山兮气盖世，哎，到了被人评价一个这个目光短浅妇人之仁。所以这个纣王咱不能小视他，纣王真正非常有能耐，无论是个人的能力掌控国家的能力都非常强，力大无穷，文韬武略都行。力大无穷有一个典故，就是说这个爷儿四个带微子启、微子衍跟着这个纣王的这个父亲呢，有一天在这宫里边正在漫步，忽然一片云子过来，嘎啦啦一个响雷，这个宫殿一角可就塌了。塌了没办法，叫人赶紧干吧，不用干。纣王过去了，就这子兴过去了，一手托梁，一手换柱，多大能耐！后来为什么这么大能耐成为亡国之君呢？您各位有说了，这我知道，宠信妲己。哎，妲己祸乱朝纲，当然这是有一部分原因，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你想，在好几千年以前，奴隶制社会，是一个女人被这个君王所宠信，但是她能影响多少？
再说这个纣王不是窝囊废，不是傻的，就是他言听计从，说什么听什么，不是。我认为亡国亡在哪儿呢？纣王过于自信，太大能耐了，过于自信，目中无人，目空一切，不用你们，我一人就行，这天下我一人撑着，房梁我都能撑，天下我有什么不能撑的，对不对？史书上评价这个纣王啊，咱们翻译成白话来说，说他什么呀？他的才能盖过所有他的臣子，他的口才可以掩饰所有他的过错。你想多大能耐？昏庸无道，嗜杀成性。但是呢，到后来，执政七年以后，天下可就乱了，各个诸侯实在惹不这个，受不了这个纣王的统治了。那时候有多少路诸侯呢？大大小小八百镇诸侯，八百镇诸侯分东南西北，每一方200个镇诸侯，200镇诸侯里边可就有100多镇反的。最先反的谁呀？北海72路诸侯袁福通带领了，反了。这个纣王得灭啊，得镇压啊，派谁去镇压？掌朝太师文仲。老太师去北海镇压袁福通反叛，从这以后，这个纣王开始啊，天天就有些闷闷不乐。为什么呀？本来天下成平了，我这能耐这么大，我想象不到，我做天子敢有人反，这不荒天下之大谬吗？怎么就反了呢？天天闷闷不乐，有时候对待这个妲己都没有这个笑容脸。没有这个小朋友，哎，手下有两员这个奸臣，谁呀？费仲尤浑，上大夫费仲，下大夫尤浑，俩人阿谀奉承，谄媚之间，给这个纣王进言：大王您别成天闷闷不乐呀，那妲己呢，妃子多漂亮，想人间富贵呀，您闷闷不乐何苦呢？纣王说了：您懂什么？我怎么能不闷闷不乐？现在我当政，天下该反，袁福通啊，72路反了，南方100多镇也反了，我怎么能？费仲说了：“您这不杞人忧天吗？您想想主意，把他们平了不就完了吗？你说的轻巧，怎么平了100多路的，分散在天下四方，这是太师也出去了，我不能，我天子御驾亲征啊，御驾亲征征一路。”那么多路子我怎么撑？您忘了，天下800镇诸侯，其中有四路大诸侯，800路全是小诸侯，其中四路大诸侯分东西南北各领这个、各领200镇诸侯，800镇诸侯。我一想啊，你提这个四路大诸侯了吗？您想，四路大诸侯都谁呀？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四路大诸侯，哎，一人领着这个200路小诸侯，擒贼先擒王啊！你来个釜底抽薪，从根儿上灭他们呀！把这四路大诸侯招到这个咱们京都朝歌以来，把这四个往午门一推，嘎啦整了，群龙无首，这800路诸侯灭他们还在话下。这王说对呀、啊。这主意好啊，打定主意，所以传这个传旨官到这个四方招四路大诸侯进京。哎，当时的这个交通也不便，大概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四路大诸侯纷纷来在朝歌，站在这个九间殿这个御阶之下等候觐见这个纣王。纣王连面都没有，没见，不见见，打不出一传旨官。哎，这圣旨拿起来宣读圣旨。天子诏曰：四路大诸侯领800路小诸侯谋我大商之反，你们这个其罪滔天，要把你们一一诛杀。四路大诸侯那见过世面都傻了，来了没见着天子的面，见着就要宰呀。不由分说，殿下武士揪起这个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就给拉到午门去，咔啦一刀，明晃晃鬼头刀，咔嚓一下，两路大诸侯啊，那就死了。西伯侯、北伯侯给吓坏了，要杀西伯侯姬昌，
西伯侯姬昌在这四路大诸侯里啊，虽然排名是第三，从东伯侯开始，但是威望最高，那是一路贤侯啊，天下各国人敬仰啊，纷纷敬仰。今天要杀这个无罪残杀，御驾之罪，老臣们，商朝的老臣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跪倒哀求。您要是杀了这个西伯侯姬昌，天下准反呀。纣王无奈，给这个众大臣的面子，所以保住了这个西伯侯姬昌。西伯侯姬昌活，这个死罪已免，活罪难逃。不是说让你安安稳稳的回家了，老牌子热炕头，不是，得给你什么呀？把你囚禁起来，囚禁在羑里七年，其中只有这个北伯侯，这个宠侯虎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奸佞之人，比不起这个三路大诸侯，那都是正人君子。他奸佞之人，花银子，给珠宝，贿赂这个刚才那两个奸臣，费仲尤浑。费仲尤浑在这个纣王面前说了好话，所以这个宠侯虎在这个商都啊，朝歌。游玩了几天，安然无恙，领着自己的队伍回了自己的封国。消息可就传出去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的死讯可就传到这个东鲁跟这个南都了，人家家有人。姜桓楚的死讯传到了这个东都，他的儿子叫姜文焕，白马银枪，一听说父亲走了。父亲好跑不赢的过去，全心全影到那儿就给宰了，有什么罪过啊？好纣王，我跟你一天二里地，三江四海仇，咱们仇结下来，我必定反你，反你大起大伤，带领40万军马直奔朝歌而来，大战于游宏观。消息也传到南都了，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呢，手使一柄大斧，那力冠三军呢，也是一员猛将。听说父亲死了，一下就哭背过气去了，起来指着朝歌：“你等着吧，定灭你商朝！”领着20万大军，直奔朝歌而来。天下可就大乱。你想，他们领400路诸侯，再有北边北海的那个响应，好几百路诸侯可就都反了。纣王更反，把这个费仲尤浑叫了，你瞧你给我出的事儿，听你就倒霉，你知道吗？呸！费仲说：“我也不知道这样，我要知道这样，不给你出这招了，是不是？那个北伯侯那个宠侯虎不就没反吗？是不是？废话，你收他多少银子？哎，没反，就开始。这纣王也不能坐以待毙，纷纷发出这个大军，各路征剿。”你想打起仗，本来纣王坐天下这个就民不聊生了，再打起仗，打仗打的是人，打的是钱，苛捐杂税啊，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苦不迭，过不下去了，怨声载道。这个一人一股怨气啊，不算什么，就怕这个天下一兆黎民，一人一口怨气聚成一股，直奔云霄。到了哪儿了？到了36层天。咱们这封神榜啊，这个神话小说就是这样，那个时间没有的不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在里面说。36层天，有人说了，说我原来听过别的前辈说封神榜说的都是33层天，你怎么说36层天？三十三层天是佛家的说法，是横33层天。他认为这个空间之内啊，四方每方各有8层天，中间这路就是中间的，叫刀立天，所以33层天。咱们说这个道教这个36层天的说法，可能来自于这个佛家33层天。这个想当年佛道相攻的时候，在说法上得比他强啊，有这心理。36层天，36层天最高的什么呀？大罗天。大罗天谁在那儿？谁在大罗天？玉皇大帝。各位都知道，咱们说那个老天爷，就是这位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坐镇在这个大罗天，
头戴扁瘤，身穿滚袍，上绣十二章，手里柄龟。龟不是王八，王大帝拿一王八不好看。龟什么玉器，帝王手里捧着的，上尖下方，代表这个统治，手里柄龟。玉皇大帝正在这个九龙座上正襟危坐，底下都是这些大臣啊，都没有玉皇大帝坐得高。但是玉皇大帝呢，这个当玉皇大帝也没多长时间，头一次，这个非常紧张，是吧？那个这个有大臣掏出小盒来，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睁开慧眼一看，一股怨气直冲南天门而来，这怎么了？问旁边老星矢。不是那个，不是圣斗士那星矢，太白金星。咱们知道太白金星，这个《西游记》里都知道。太白金星跟随这个做事是这个玉皇大帝左膀右臂，作为这个他的参谋长，什么事儿都问这太白金星请教。怎么南天门上冲上一股怨气，禀大帝：人间乃是纣王执政时期。商朝600年江山将要完，纣王荒淫无道，嗜杀成性，做不了多少年的江山，也就有20年的光景。皇大帝一听，哦，原来是这样，正好，西岐已出明主，放明岐山，天下要易主了，大商的天下要被这个大周的天下所代替。周天子第一任周天子谁？也就是这个著名的这个文王姬昌。刚才咱们说困有里那个，西伯侯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王姬发要兴周灭纣，姜子牙要伏保武王，这个斩将封神。恰好西岐已出明主，商朝的江山不会有多少年了。这个三教圣人与我玉皇大帝在凌霄殿已经开了3次大会了。什么大会？正好赶上。甭看现在这个天下黎民百姓民不聊生啊，神界天界也不好过，也不好过。在这个时期，晚上倒1500年，所有神仙几乎涉猎所有神仙，犯了杀戒。那是说那个神仙怎么还到那么高的境界，怎么还犯杀戒？哎，神仙也犯杀戒。神仙不是都一样？也分3699，神仙啊，大概分这么几种：人仙、鬼仙、天仙、地仙、神仙，级别不一样，修为也不一样，所以认识也不一样，连世界观呀、人生观呀确立的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有可能犯杀戒，互相攻杀，犯下了罪孽。三教圣人与玉皇大帝欠押封神榜，哪三教呢？哎，人教、阐教。截教都有教主，人教的教主是太上老君。各位都清楚，这个《西游记》里啊，咱们影视作品里许多一老头穿一八卦仙衣，拿一拂尘，胯下骑青牛，哎，这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人教的教主，在这个道教里呢，管他叫这个道德天尊。第二位这个阐教的教主元始天尊。第三位。截教的教主叫做灵宝道君，在这《封神演义》里呢，管他叫这个通天教主。这么三位，与这玉皇大帝欠押封神榜。欠押封神榜呢，咱们都知道，说是不是这个他们什么关系呢？道教来讲呢，三清的地位啊，要高于这个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六欲，三清之下是六欲，在道教里他位置。身份要比这个玉皇大帝高，但是在民间传说跟这个文学作品里不这么认为。玉皇大帝那就是万天的主宰，所有生灵为他做主，最大的。哎，他们欠押封神榜，为什么欠押封神榜？刚才说了1500年神仙犯了杀戒，天上缺少八部365位正神。分成哪八部呢？上四部，下四部。上四部雷火温斗四部，下四部什么呀？星辰列宿，三山五岳，
欺人不语，还有这个赏善罚恶。封神榜呢交给谁？得有一个执行人呢，交给了这个，也就是阐教的教主，是这个昆仑山玉虚宫元始老天尊，交给他了，由他负责。封神榜上各位这个犯杀劫的这个神仙名字都在上面，遭劫的在数，在数呢难逃。这个这天，元始天尊在这个昆仑山玉虚宫坐在八宝云光座上，闭目养神。忽然来觉得这个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哎，原来这件事情开始办了，该开始了。换来旁边小童儿去，童儿，把你白鹤师兄叫来。童儿不敢怠慢，三步两步跑到洞外去叫白鹤童子。白鹤童子是谁呀？白鹤童子啊，是这个元始天尊的这个再传弟子。他的师傅是谁呢？是这个南极仙翁。南极翁是谁呀？南极翁是老寿星，不是头大大的。你们各位都知道，就是梳一大黑头，说话那样。哎，小鸡来了。我就爱说这个。哎，小鸡来了。哎，不是这段啊。偷偷的鸡。哎，这个白鹤童子叫来。咱们说了，这白鹤童子，这是这个南极仙翁的徒弟，所以他管这元始天尊啊，得是师徒孙，叫师爷呢，就没法这么叫，所以叫这个师尊，把他叫来，说怎么这神仙边上都是这个老有这仙鹤，白鹤童子这个原型就是仙鹤呀，当然中国人喜欢仙鹤。你看仙鹤这个形象往那一站，一只大仙鹤，这个超凡脱俗，有神仙之气，所以神仙旁边，你甭管太白金星啊，是什么这个元始天尊呐、啊，或者是南极仙翁啊，旁边得有只仙鹤，那看着多大，是不是？你换别的鸟不行，元始天尊旁边来企鹅，一会儿要出去了，坐企鹅身上。骑垃圾箱就出去了，这不像话，所以得有仙鹤。童儿，我这儿有一封玉札，你去一趟乾元山金光洞，把这封玉札交给你太乙真人师叔。白鹤童子不敢怠命，不敢怠慢，不敢怠慢，谢谢啊。这是张老师，聂老师，领会精神，头一回嘛，给咱俩出点钱。领了这封玉札，出了洞口，化作一只白鹤，不是平常的白鹤，这么高的不是。这只白鹤有道，双膀展开，几十丈之大。乾元山离昆仑山好几千里地，几下扇呼，翅膀拍几下，到了这个乾元山上空，安落云头，来到这个乾元山金光洞的洞口。正好金霞童子过来一看，白鹤童子，哟，师兄，你在昆仑山不伺候师尊，怎么到这个我们乾元山金光洞来了？哎，师弟，我是奉师尊元始天尊之命，来给这个师叔太乙真人送一封玉札，你去禀报。金霞童子不敢怠慢，三步两步跑进洞里。太乙真人谁呀？太乙真人也是这个元始天尊座下十二大弟子之一。也是大罗金仙的，有一个震动之宝，就是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叫五龙飞火罩，拿出来跟小香炉似的，寄出去，甭管你大罗金仙，只要让它扣住了，越长越大，只要让它扣住了，里边飞出九条火龙，吐出这个三昧真火，把这个大罗金仙稍微化尽，非常厉害。哎，九龙飞火罩。坐在这个云巢上静，正在打坐，看这个小童儿抱白鹤童子来了，知道白鹤童子是师尊元始天尊驾下的童儿，不敢怠慢，下了云床也接出去。这时这个白鹤童子可就进来了。白鹤童子进来，师叔您好，多日不见，
您贵体可曾安康？这个我身体不错，你怎么从这个昆仑山来到我的这个乾元山？师尊有命，让我给您送一封玉札，不敢怠慢。接过这封玉札，打开了一看，什么内容啊？元始天尊写了，让这个太乙真人将金光洞另一震动之宝灵珠子投落人间，转化成人，成为这个姜子牙呀、福州灭纣的这个一路先锋，转化成人，成为他这个一员大将。太乙真人不敢怠慢，出了洞口，一招手，招来一只玄鹤，又有一只鹤啊，好多鹤，招来一只玄鹤。玄鹤什么样？黑色的鹤，黑为玄，黑色的鹤，这鹤不一般。玄鹤是有千岁的年龄，上千岁叫做玄鹤，变成了这个黑色。玄鹤，玄鹤，鹤名九皋嘛，《诗经》里说鹤名九皋，这个玄鹤的名叫非常好听，所以千年玄鹤。这个鹤要长到一万年，哎，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祥瑞了。所以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千年鹤鸣，万年鹤祥。哦，了解了解，听懂了哎。这是说书，我没有捧人的。铺这么长时间就为这包袱。什么模样？龟丞相要哭，咱们一样的感受。招来玄鹤，一股清风。这个太乙真人坐上玄鹤，遨游天际，查这个人间，看看有没有有德有才有福之家。把这灵珠子他喜欢啊，这也是他镇洞之宝啊，师尊的命令让他投入人间，舍不得，神仙也吝啬，舍不得。遨游天际，找这个有德有福之人，看这个人间啊，这边人间缺德的不少，没有什么好人，当然高老师除外啊。咱是人，说实话缺德的不少。你看看这家虐猫，那家虐狗，那家虐待老人，那家呢撞了人，拿刀子就捅。那家呢是农民，把这农作物上喷这个膨大剂，塑化剂，都不怎么样。找来找去，在天际上飞，飞到一个地方的上空，往下一看，哦，太乙真人心里有底了，就是这儿，哪儿啊？陈塘关。陈塘关是哪儿？现在也有陈塘关，就是现在的天津卫。天津卫，咱们都知道，现在著名的这个码头城市，三道浮桥，两道关，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卫。天津卫，咱们说的是在这个好几千年以前的事儿。天津卫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非常险要。天津卫城啊，那不叫天津卫那点儿，叫陈塘关啊，这就乱了，功底不行。陈塘关外有一条九曲河，直通东洋大海。东洋大海谁坐镇东洋大海？
说镇这个东洋大海。中国人古代认为啊，这个他没有这个地球的意识，大地都是这个方的，漂浮在这海上，四方有四海，东海、南海、西海、北海。东海就是现在的东海，古代人认识。南海就是现在海南那儿的南海。西海和北海可不是，因为过去这个信息啊，这个知识传播呀，还有这个人的交通啊不便，所以走不了那么远。西海是哪儿呢？西海就是现在的青海湖。过去古人认为这就是西海，就是天边了。北海是哪儿的？也不是北冰洋，贝加尔湖。所以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哎，古人这个涉及的地方只有这么大。哎，各海呢都有龙王，龙王四个龙王。哥四个，东海龙王为首，敖光，敖广，念倒字儿，敖广，广广安门的广，敖广。南海龙王敖青，西海龙王敖顺，北海龙王敖翔。不是现背，哎，只长这个四大海，单说这个东海龙王，太真人暗落云头看这陈塘关，陈塘关东海属于陈塘关管，但是这个东海在陈塘关边上。属于老龙王管，陈塘关可有管事，有一路总兵叫做李靖。可能您听这名字比较熟悉，李靖都认为是托塔天王李靖。《西游记》里看着玉皇大帝旁边站着一个头戴金盔，身披那个红袍。手托这个八宝玲珑塔，非常威猛。这个斩什么妖啊，都他去这个托塔天王，就是这个人。只不过现在这部书里，他可不是托塔天王，还是这个陈塘关总兵，人间的一路这个官员。作为这个陈塘关主李靖，在这个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与他同名的人，但是这个《封神榜》里的《封神演义》里的李靖啊，历史上没有其人。真正有其人的是唐朝，唐朝有李靖，李靖是这个。唐太宗李世民手下一员大将，咱们都知道这唐太宗李世民手下什么这个秦叔宝啊、尉迟恭啊、程之杰，程之杰就是程咬金呐，都知道这些大将。了解这个李靖的人非常少，因为什么呢？民间文学戏曲啊什么的这些方式宣扬李靖的非常少，可是要按正史来说，在这个唐朝讲功伐，讲这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在军事方面，那李靖拔得头筹，远在这个程咬金啊，这个尉迟恭啊、秦叔宝之上，人家还留下兵法了，只不过后代传的那个传来传去遗失。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把这个《封神演义》里的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托塔？
为什么也叫李靖呢？这不是巧合，因为唐朝李靖辅佐这个李世民，辅佐唐王是第一大功臣，他那个灭这个东突厥，平吐蕃，平这个回鹘，功劳最大。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可以说第一员大将，所以他们俩这身份特别像，所以把这个《封神演义》这个托塔天王后来成为托塔天王，哎，名字也定为李靖。李靖这个人呢，早年学道，拜西昆仑渡厄真人为师。渡厄真人也是这个十二大上仙之一，元始天尊的兄弟，跟这个太乙真人师兄弟。哎，他到这个西昆仑学道，哎呀，不想这个荣华富贵，我也不想这个娶妻生子，我就愿意老老实实的当老道，以后得一个长生，得一个羽化升仙，哎，我就是最好。渡厄真人呢，教了这个李靖啊，几年以后啊，观察他，他与这个清净啊无分，与这个红尘有缘，说你这个人呢，应该享受这个人间的鸿福，你没法修道，没有结果，所以把他呢，就让他下山了，成为这个商朝的那个一路总兵。李靖这人因为早年学道呢，所以对这个佛道非常尊重，也不论是和尚是老道啊，到他们家门口准给钱，他们家门口常设一个这个大箱子，里边都是散碎的银子，甭管老道和尚到这儿来一念佛号准给钱。底下的这些这个门兵呢，也知道这个总兵爷李靖的这脾气，只要是老道过来，和尚来了就给钱。当然也有那不自觉的，使佛穿衣，赖佛吃饭，剃一大光脑袋，穿没袖的背心儿，舔着脸的就上，到那儿溜钱。穿衣赖佛吃饭，拿了钱，找一个德云社三队说相声，混得还不错。哎，最后一个出来，说净给人搅和，就这样。我一个人说，你能拿我怎么办？师哥，那个下场再说。所以李靖是这个脾气，但是呢，这两天李总兵心中不悦，心中不悦，为什么呢？这个由于这个前方啊战事吃紧，人们南伯侯姜文焕。东伯侯姜文焕，南伯侯鄂顺，一个大战游魂关，一个大战三山关。陈塘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啊，险要之所呀、啊。护国王飞虎传下命令啊，李靖，你得给我守住这陈塘关，所以这两天加紧练兵。
件这个李靖烦心事，第二件比这件还要命。什么事儿？李靖的原配夫人殷氏，姓殷呢，殷纣的殷呢，殷氏怀胎有孕，身怀六甲，本来高兴的事儿，哎，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怀胎三年零六个月，瞪眼不生，三年零六个月，一般人呢，一般人都是这个怀胎十月的，瓜熟自乱。这个殷氏夫人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都摸不着肚脐眼了，是不是？您活真熟，瞪眼不生。李靖为这件事儿烦，时间一长，时间一长呢，流言蜚语也就出来了。你想殷氏夫人是个女眷，时间一长，说殷氏夫人生了一个怪胎，生了一个妖胎，生了一个邪胎，那年头的那妇女能经受得住这个舆论的压力，连李靖出门都抬不起头来。我们说李靖殷氏夫人了，连这个李府上下的这些家丁家丁家奴啊，出去也都抬不起头来，怎么这个夫人就不生呢？瞪眼无声。哎，这些事情都被这个元始天尊啊看见了，因为李姓基于这些种种的功德，所以才要把灵珠子投降到李府，使这殷氏夫人受孕，才生下哪吒。